为什么在日本的熊猫很干净，我国的却很脏？熊猫，看看日本做了啥。熊猫是我国的国宝，萌萌的样子俘获了很多人的内心。这些年随着我国与其他国家不断来往，熊猫逐渐的成为了两国交流使者。就有人说在日本看到的熊猫都非常干净，但是我国很多熊猫却看起来有点脏脏的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首先，日本人普遍都有点洁癖，在日常生活中见不得一点脏乱差，因此即便是活物熊猫，它们每天也会不断的清洁，在我国都崇尚自然养殖。